阿母，你闲呐？啊，啊是倒去咧疼。阿妈，啊，你拢袂记得啊？袂记起来？啊，闲啊啦！啊，我看卖。啊？哎呦，这你拍的？啊？我拍的？我哪有可能去甲你拍安尼啦？ 真正的啦，阿母，真正是你拍的，你的房间内底廖慧姐一直甲讲，你讲伊是电视剧内底拍查某。安尼啊，我来拢无印象。你都梦游哩？什么梦游？你含糊里糊涂啊？阿妈，小叔叔讲的是真实的，而且你唔拿拍我，佮拍大舅舅佮大舅妈。啊？因两个我也拍，哎呦，我来拢唔知啊。 阿母，莫紧莫紧，等下咱去中医庙的时阵，我顺便问医生，为什么你的梦游到底是压力伤大，还是最近食药也有问题？哟，好啦，若是换药的代志别扛，我看阿妈梦游拢袂甲我拍死，我这条命直直接死伫丢家人手头啊！奇怪，进前张太太食这个药，效果就足好个啊！ 检查数字嘛袂歹，哪会即摆变较遮尔歹？张太太，啊，啊，你啊拢有照去人食吼？有哦，阮查某孙叔又好，拢嘛照时间摕药啊，我食。啊，是啦，啊，我拢有看阿嬷食药啊。嗯，我是想讲哦，迄老大人的身体较无稳定啦，一届检查嘛袂当代表啥，还是咱搁观察一个月。袂用的啦。 一个月伤久啊，中间若是出现问题是安怎？张顺是讲也无问题啦，啊，趁即马阁有淡薄仔时间，咱来做一届详细检查，好无？安尼敢好？蛤蟆身体着咧虚啊，啊又阁抽血，又阁严重，安尼对伊来讲是一种折磨呢。嘿嘿嘿，你真正把你家己当作是护理师哦，无你是医专，是医科毕业。 唔是啊，我这些烦恼阿妈的身体，而且迄网络顶面嘛有写，过度的身体检查会造成老大人的身体有压力。你足奇怪呢，检查明明就是好代志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先动啥货啦？你比医生搁较歹晓啊？阿妈，你看啦，小舅舅拢甲我拍。好啦，讲话安排小嫂，伊嘛是为我好啊。阿母，我敢毋是为你好？ 咱为山顶来较便宜，一早都这么辛苦。你真正是对慧姐有够偏心的啦！咱来到遮，就是要好好检查啊。啊，若无等去山顶了后，你的身体就是出状况，姐姐也好英年早逝的啦。好啦，检查就检查啦，莫甲伊感觉够足委屈的。我是真正足委屈的啊！我才是你亲生的，我是你十月怀胎生来，慧姐也毋是啊啦。 哦，你实在哦，你这条人阿姑呢，啊，你较是早孙啊，他们咧计较，哎，哎呦，我爱你啊！啊，好啦，再来，好啦，恁先去外口小等一下，我刚刚写护理师提检查的表单给恁写，好不？好好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妹妹。阿妈，哎呀，护理师，惨啊！若真正检查落去，我着害啊，到底要安怎才好啊？ 阿姨哦，找着你啊！阿姨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重要代志喏，我要替你介绍相亲的对象。好，啊，你介意倒一款查甫？来来来，我来摕一下笔记本了。来，你介意倒一款查甫的？我介意爱清气。哦，啊，对厝内底的人足好的。哦，啊，佮有温柔。 体贴。嘿呀，头家送你物件哦，就收来就好啊啦。嗯。林慧君，你到底在想啥？明明你决定要牺牲嘛，你就无应该阁受蔡大富啊。 阿玲啊，阿、啊、你传一张迄相片给我吼，阿、啊、你才能够追，我若传你的相片给伊吼，一定哦，足侪对象的啦，吼、啊，我手机也有啦，到时。喂、啊。欸
我知啦。啊，你迄蠓仔叮遐袂好哟，啊，敢卖摕药膏互你抹？啥物蠓仔叮啊？啊，搁只边仔一搭红红只，你袂痒哦？啊，迄毋是蠓仔叮啊，迄是陈木做的记号啦。哦，陈木，哦，啊，你也有胎记哦？对啊，毋是足侪人拢有诶。嗯，那才奇怪。啊，拄好，阿慧姐甲慧君拢有胎记，而且搁伫个共一个所在，那这是安怎？